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10月24号星期二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呢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们，好，伴侣对我们的关怀其实用到心坎里了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甜蜜。天蝎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上面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能够受到同事们的肯定。还有巨蟹座的朋友们，我们的自己的好朋友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些投资的讯息，让我们这种口袋有一点获利的感觉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星座呢，要提醒牡羊座的朋友们，可能伴侣对我们有一点唠叨，觉得让我们有点烦恼，有点吵闹的感觉。还有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上面可能比较粗心大意，会有一点状况发生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咖啡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深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黑色。